隻曱甴竟然連累到司機炒車。台灣近日發生罕見的車禍，當地一架黑色的平置在台中市某路口右轉的時候突然轉過龍，直接撞埋鐵欄，車頭損毀。警方到場發現司機沒有喝酒，看了下閉路電視，好奇問他為何自撞的，撞之前還打了方向燈，對方解釋是有一隻曱甴跌到落我身上，我嚇親了。事件中沒有人受傷，但這架平置至少要維修一個月。網民知道肇事原因之後都覺得很同情，如果是因為曱甴，我覺得非常可以身同感受。最後曱甴去了哪裡？